卷。这马肉不马肉啊？马肉不马肉的。叫啥？五十。哎，叫吃啊。这不知道啊！我啥货啊？我的镜头镜头，我镜头镜头，看我关呀，不关了，没拿我就忘了。尝一尝。这是三零。这肯定手机送了。十五斤。我说十来斤吧，多少斤？十来斤重，十来斤重，根本就不吃，拿四十块吧，四十。天天买出来，五十大量，那是五十大量的。我大爷，不不不扯了，不要提醒我，这个不得意。五十块。哎，那以后干嘛买狗粮了？你要不买了？还有那小的呢。胳膊上有茧子吧？你叫人给他一弄，给他补补。你管你管不管呢？不管。啊？他咬我？养也不养，不让不让了，不让，不让不用夹了嘞。你自己管不管？夹了不管，你买了我不管。别，你别别别夹着了。我不敢，这不敢了，不是一样的管不得。夹着他了，我保保险一点。捡着不是？哎，明白明白。干着，咬住咬这一会儿太咬了。起来，我下那个要搁哪放呀？你说你过来伸手吧。咬住了。压着一夹，肯定紧。咬住了，不啊，打针几百，早完可不管。可不管，打针几百，我你可不叫我给你打针，咬住了啊。不要，不要了。去不掉，哪都不去掉。那弄啊，练练去不了。那都是咬下链子，链子让他干啥了？你来吃。还有个了呀。都扔给他扫了。嗯？傻狐狸！他反正都是十八二十三。你敢来？有人吃链子。老鼠咬不了。加精啊！不敢咬。别打了！有人我不打针，靠啊！打不了我给你打针啊！哎。他不要，他自己就是爱管钱给你，管住嘞。主要是房子也欠他的。哎，对。就是不管钱，我要那么远。赶紧跟着那主人走，走了钱走不了了。太猛了，我也猛了啊！我来夹到了，夹上了，还有几个碗子。有，哎呀，跑掉了，打回来压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还挺厉害啊！
自动的，这不点有点自动的。这鸭脚，单脚。姐姐，吃了不难，要十斤，十，四十斤，我想让看光顾，看光顾。